知道啥时候跳马，啥时候出局，过日子忙事业哪能都如意，大丈夫你得能昂身，也得能屈，人活一张脸，树活那一张皮，说话办事要把诚信放第一，国法家规要牢记，养育之恩更要珍惜呀，忠孝传家自古就是这个理，脚踏实地走好人生这盘棋，走好人生这盘棋。董事长，嗯，玩水枪呢，浇花呢，呀，这花样子似的呢，真新鲜。大哥，这才叫生活呢。你看我们这一天小官不大，焦头烂额，你这生活真是让人羡慕。你是夸我呢，还是臊背我呢？董事长，我敢臊逼你，来坐下来。喝点茶。对。来，有事儿啊？啊，这没啥大事儿，就是我跟杏最近闹了点小矛盾，把杏回山庄来了。我寻思让大个跟我说两句好话，让我把信接回去呗。我们家人姊妹三个，哥俩就他一个姑娘，那打小啊，我爸给他惯的都不像样，他要是上这脾气，谁都受不了。哎呀，他也是真倔。你跟那个姓田那个是什么情况啊？姓田？哪个姓田的？就你这搭档啊。啊，他不姓田，他叫何小田。啊，这不是我想跟姓唱戏，姓也不跟我唱啊，完我就找个搭档，然后姓哎呀就疑神疑鬼的，我长八张嘴都说不清我跟何小田的事儿，所以说这不一赌气儿就回山庄了吗？大哥，我也不是小心眼儿，我这人，你要是那么说，三姓过去跟赵三还处过呢，我也没往心里去啊。无风不起浪，还是你不够检点。你问吧，就是搭档；一问就是搭档。你们这帮唱戏的这个嘴呀、啊，我是整不明白。他本来就是搭档，大哥，好自为之吧，啊。大哥，我也不耽误你养花了，我也回去了。啊，你该浇花浇花吧，我不耽误你了。好好。姐。刘总。张部长。张部长，是在找你干啥吧，张二妈？不知道啊，是干嘛呀？吉民闹事的事儿。他吉民闹事，那我也没去，当时我还没在场呢，跟我还没关系。你装的挺像的啊、哦！你这啥话呀？我不明白呀，嗯。仔细看看，这是所有村民。指着这次闹事是你鼓动，这不我鼓动闹事，我鼓动这事干嘛呀？我一个扫地的，我鼓动人家干嘛呀？
我劝你好好看看，上面有很多人的签字和手印。是吗？他们这是干嘛呀？怎么都说我？不是你这帮人真是啥人呢？这是你当初这是怎么定的？这是你们什么怎么定的啊？这张部长，这是跟我没关系。这是山庄开展新项目，你就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不是张部长，我这不也没有办法吗？乔什么？你是男人吗？啊，男人要敢做敢当，是你做你就承认就完了呗。不是，是我做的，我承担下来，这你怎么处理我？停止一切工作，等待通知。张部长，你看看这事你能不能从轻处理一下？出去，快点。张部长，这个庄嘛，在山庄就是个刺头，每次有事儿，那指定是他挑的。哎，这次也水落石出了，你回去之后呢，跟上面通报一下。我这边工作也没干好，我继续努力。吃碗面条吧，走吧。陈杆子，你说这事儿最后得咋处理咱呢？能咋处理呀？咱都说实话了，还能给咱定罪啊？哪嘎都有问你，你咋那么爱抻头呢？你老娘们家就别跟猜你这事儿，你跟瞎。哎呀，二妈来。陈杆子，你行。你快坐着，坐也行的，跟你哥好好唠啊。心烧的，没呢，我不喝。你别得喝点水。不，这咋的了？陈杆子，你行啊？啥玩意儿啊？你咋说的呀？咱们不是说好了按既定方案说吗？你怎么还把我漏出去了呢？是，咱之前是定好了，那我们也没办法呀。那调查的人说了，你必须得说实话啊。你要不说实话，要查出来。把你们股份都给退了，那你说我这小卖店也不开了，我媳妇还没有工作，就指这点分红钱活呗，你说怎么整啊？股份没了，你让俺们喝西北风去？不，你从屋里出来，我是不是叫你了？是啊，叫你，我问你，我说你咋说的？你说你按既定方案说的，你根本就不是这么说的。你，咱们是按照既定方案说的，你还发瞎是不是？我都看你笔录了，我们的既定方案不就是替你扛事儿吗？对呀，你替我扛事儿，你怎么还签字呢？没扛住吗？好，那不就这点事儿吗？判处。你走啊，兄弟！生气了，说你叛徒呢，你也不比我强哪去。咱俩是甲鱼炖王八，一路货。你在那想啥呢？山杏接回来没？没接回来呗。我寻思让大奎帮我说两句好话，他还把我呲了一顿。当初我说啥来的？就让你小心点儿。哎，你就不听。哎，反过来跟山杏一起挤兑我。谁挤兑你了？你们几个天天不和，那不是挤兑我吗？还我挤兑你？哎呀，那别说我了。那现在想办法解决问题啊？哪有办法？没有办法。也不知道你这脑袋一天想啥呢。我都打听清楚了，原先大舞台是大奎投资的800万，现在大奎跟二奎不和，听说都山庄都动手了。啊？这你都不知道啊？不知道。大奎什么？董事长啊，还是副董事长都拿下去了，他媳妇都走了，全给开了。
他现在不也让金克给划领了吗？这钱他也拿不出来了。你听我的，你找他去。改合同。改合同？啊？改啥合同？你还听不明白？大回不投资800万吗？嗯，不算股份了，算咱们借的。不行的话，合同改完了，多给点利息不就完了吗？合同，那大奎能干吗？他都得乐死，还替别人着想。要不干的话，那你就撤出来呗。我往哪撤？我才不撤呢！我那20%，我得有话语权。哎呦我的妈！还话语权？大奎现在都没有话语权了，你有话语权。现在是你说了算的时候吗？人金客说了算。人家追资就再投2000万，你投不投吧？我搁啥投啊？你不投大舞台没了。你投的话，20%够干啥的？慢慢都吸没了。那我嫁啥？拿800万给人大奎啊？上银行贷款去。大舞台它值那个价，你贷1000万都能贷了。改合同，你对不起老爷子呀！哎我的妈，还老爷子！你要跟山杏黄了，他背不住谁老爷子呢？过去人家帮过咱，改合同。现在到了你死我活的时候了，你就别管别人了，行不行？管好自己吧。董事长，完了，都漏了。啊？我让唱杆子跟大壮让他们扛着。他们没扛住，他们联名签字帮我供出去了。董事长，我是替你出头啊。你说过，你不能不管我。董事长，这事你得救我呀，董事长。你不用哭，哭什么哭？多大回事儿？你跟我鞍前马后这么多年，没功劳也有苦劳。是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扔下你不管。我现在就是找二奎去，他必须给我这个面子。谢，谢谢同志，你不用怕啊。好，你等我就行。进。大哥，忙着呢，刘总。哥，你说啥呢？我来呢，是想提醒你一下关于周二妈的处理，要小心，否则影响不好。哥，周二妈的事呢，已经报到总部了，没有更改的余地。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啊？周二妈是跟爸打拼过的老员工，包括他最初的职务都是爸任命的。你现在谁定的也不行啊，他犯错误了就得接受处罚呀。算来周二妈在山庄已经待了很多年，辛辛苦苦，鞍前马后，这么多年没功劳也有苦劳啊。处理他，有很多老员工也在看着，你处理不好会伤了他们的心。我个人意见，处理周二妈你应该网开一面，不能一棒子打死，治病救人。哥，周二妈都干些啥你不是不知道吧？你怎么还庇护他呢？我这是庇护吗？对一个好的员工，我们必须得一分为二的看问题，不能揪着小辫子不放。哥，你就别说了，必须得处罚周二妈。那你打算怎么处理他？开除呗。你开除我吧。这个我说了不算的。你还知道你说了不算的？有那么几句俗语，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哈、啊。人怕鼻，马怕骑，兔子急了还咬手。也就是说，别往绝路上逼人。哥，咱们为什么要往绝路上走呢？无路可走了，就剩一条绝路啊。万一绝处逢生呢？只能这样。回来了。生气了？谁又惹你了？大哥呗，还能有谁？跟大哥生啥气呀、啊？
村民闹事就他在背后鼓捣的？那不可能，大哥怎么可能鼓捣村民闹事呢？你听谁瞎说啥了？怎么叫不可能呢？原先我就怀疑是他，今天我一去，就我干的，咋的？完了，这人。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理啊？不是我说咋处理的事儿了，京东京科集团了，纪检监察部派人来了，张部长就在山庄呢。免去副董事长职务，开大会检讨。啊，那太过分了吧！大哥是个要脸的人，你要是这么整的，那以后他怎么见人呢？你要不会说话，你就别说。怎么叫我整他呢？他鼓捣村民闹事儿，是在整我。不是，我那意思是说，你俩毕竟是亲哥俩啊，你是弟弟，那出了这事儿了，你在京科集团的有话语权，你替大哥解释解释，要不行你替大哥跟他们道个歉。我咋替啊？他杀人，我替挨崩去啊？你能？你要能说话就说，不能说你别说。那当时你在俄罗斯那时候，你有困难吗？你进去那时候，别给我提俄罗斯，你还想把我送进去啊？你俩能不能别吵了？行行，啊，你喊啥呀？不是我喊，我是说你有难的时候，大哥能帮你。现在你得替大哥说说话。我现在一手托两家，金客是我引进来的。我要不维护，就你们这伙人都能给整黄了。京客往出一撤，我是……你看你啊，你现在你满脑袋都是京客。自打你当上这个总经理啊，你说说你身边这些人，首先是姐和姐夫，你给弄下岗了，小剧团也黄了。然后是我，行，你让我回来，我是怎么的都行，我没说的。然后是大嫂，现在又是大哥，这是你身边最亲的人呢，二奎啊，你。你们干啥事儿了？你们不知道吗？你们犯错误不接受惩罚吗？怎么在你眼里这帮人都有错误，你就没错误吗？你们不知道错误太可怕了。我跟你说，二奎，你就是身边这些人，我都觉着你这样我特别不理解。我有时候跟你在一起，我心里都不踏实。你心里不踏实是吧？谁踏实你找谁去？你都不理解我，你找踏实的去。我都说了，别吵了，都影响我睡觉了。是不是睡稳了啊？对不起。现在你说山庄啊，上上下下谁敢说你？我说你，你就跟我发脾气。我说这些不是为你好吗？啊，都是为了我好。啊，我谢，行了吧？就当这家没有我，我走了。啊。你以为我愿意管你吗？妈，你能不能别和我爸吵了？你吵一回输一回有啥用啊？你看你现在又直了。知道了，儿子，快点睡觉啊。好了，你先睡吧。什么事儿啊？回来就跟丢了魂似的，谁惹你了？你呗，都赖你。啥事儿怪我头上了？村民闹事儿那天，我让你录视频，我那意思咱们留下来，给二奎留个把柄。你可好，耍小聪明，直接捅到宋佳佳那儿去了。现在京科集团派人来查来了，把庄二莽逮个正着，庄二莽全撂了。那他怎么处理周二忙啊？要把他开除。凭啥呀？你没去找二奎？找还不如不找呢，把我好顿说。二奎问我，周二忙是不是你背后指使的？还有其他村民是不是你指使的？我说是又怎么样？他说是，把你也开除。不是你认了？我认，我有那么怂吗？我认。我合计好了，咱们死猪不怕开水烫。不行，明天开始我就不上班了，还那怎么怎么地？我看也是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大不了啊，咱们自己回家开公司去。是，我也这么想的。太欺负人了。
咋了？咋了？哎呀，老钱串，乐呵了。哎呀，这二奎总经理真是个好人呐！你说咱们左一番右一番来闹，人家不但不怪罪咱们，还给咱们立立正正分红，真不错呀！咱们得亏没听的周二妈，咱要是听他的，把这事扛下来，别说分红了，连股份都得没用。你说大奎也是的，你跟二奎争啥呀？争不够也就算了，还拿咱们当枪使。大奎这是啥？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现在呀、啊，他这副董事长位置都不知道咋回事了。这回他老实了。大奎那是活该。从小我就瞅那二奎就比咱大奎强。所以说咱们以后啊，坚决拥护二奎总经理。哎呀，你可别呲呲了，你过来呀。咱俩有一个人排骨就行了，这成梗了你。二奎先对到这儿。对，嗯。请问是在这领分红吗？对，对、啊、对。那不好意思，麻烦各位，我可不可以插个队呀、啊？咱们一直排着呢。因为我从外地来的，我一会儿还得坐飞机赶回去呢，能不能行个方便？行了啊，嗯，行，你先来吧。哎，那谢谢啊，太感谢了。领完了？啊，领完了。嗯。都乐呵的。刚才那个丫头瞅她面生啊。不像当村的，我从来也没见过。那肯定也是咱们山庄的股东之一。哎，你别说，这丫头长得挺尊呢。你说啥呢？有我好看呢？没你好看。咋净说实话呢？你看我好看吗？能不能有点正形啊？谁没年轻过呀？真有意思。你年轻也不能拉低。我看着我看年轻。哎，他们家成长了。你说两句啊。不说话。你还有那脸呢？你们就是有点没正事儿了，是不是啊？你说，从开始你们俩认识到现在，都答应我了，姓也跟我说，要登记结婚，那这么长时间。那就拥有点啥呀？也不登记呀、啊。叔，这不一直在忙活大舞台的？忙啥呢？忙啊，哪有那么忙啊？那么赵三怎么回来了呢？啊，回来当导演。谁找的？我给找回来的。他还能导演？我寻思大舞台演员找个导演，把那节目好好排排，正规一点的。是，你又跟一个演员唱啥呀？我咋没明白呢？你们二人转这不都夫妻一夫家一夫家，你俩怎么拆了呢？我想跟山杏唱，山杏唱谱子戏，唱的正戏，我俩合不上。后来我找民间小孩，我俩搭档了。那你跟赵三唱呢？没有。这事儿我听明白了。你这山杏，你也是。你说你真当个丫头骗子了？你爸一天啥样你还不知道吗？这段时间我刚给哄好，你这么点小事儿，你还得让你爸知道？那自个儿这点事儿不给背后给处理明白干净的？嗯？还有你，第一个大脑瓜壳的，你瞅瞅你，咱俩说说仿佛吧那个。叔，我才38。你别满岁了，你瞅咱差不多时候呢，你娶这么个媳妇儿，那不得当宝似的呀？啊、哎？你还想找啥样的？我跟你说，这辈子我就没那命，我也有那命，我也有这老丈人。我告诉你，就这媳妇儿娶到家，我都供上，早晚生就行，呱呱就搁他了。你唠哪去了你？我就是当长辈，我都不该说，是，你得珍惜。叔，我这是就来给你，能不能好好过？必须好好过。能不能结婚？必须结，你放心。而且这整个什么点儿？爸，你别生气了。那个，你行了，你自己咱俩走。嗯，咱做饭吃去，给他俩留点空间，一会儿就好了。那年轻人在一块儿，这玩意儿就是你一句我一句的，走。行了，好不？
没事，爸，走。完了，做饭，一会儿咱们搁这吃点饭。好好说。啊，嗯。你把，等会儿把鸡蹬着。你听一听，听一听着。好好说。走走走！哎呀妈，你说你进屋就往外拽我，快走吧！啥事儿啊你？行了，这啥事儿啊？我还想上老刘家去呢。你说你不好好上班，你上老刘家干啥去啊？这不我一直在那边照顾老哥呢吗？这两天哥儿生气了，我寻过去看看呢，老头是不是上火了？你能不能不瞎操心？你操那心干啥呀？走，跟我领钱去。啊？领啥钱呢？二奎让去的，就是大伙领这个股东分红钱。买这没到年底呀，分啥红啊？再说了，我也不是股东啊，你忘了？你不是股东，那要匣子回不来，他那份儿你就替他领呗。你这话说的，人家钱我领啥呀？姐呀，上了一阵你咋想不开呢？那要匣子回来买那股份，那明摆着不就是给你的吗？给我的他不写我名。是。他是没写你名，那你俩不还有个儿子呢吗？那早晚的钱不都是你跟你儿子的？他不回来，那谁替他领啊？我真不愿意替他领，要不呢，我替他领喽。行了，别生气了，从头来不行吗？都是我的错。你想来就来，你接我回去我就得回去。你想跟我处就处，你说啥时候登记？就啥时候登记是吗？你赶紧走，我不想让你惹我爸生气，快点走。我这也赔礼道歉了，我看老爷子也没生气，你老爷子还留我吃饭呢。你要不走，我走。我要走了，老爷子看着我走了不吃饭，那不他还得生气吗？吃完饭再走不行吗？小马，你说我那银行卡的密码让我忘了，你说咋整啊？三嫂，那你就拿着你的身份证，你去银行，你到他那找工作人员，让他就告诉你怎么办。到那儿能办对，小马。哎，爷。哎，爷。有事儿？啊，我是来领分红钱来了。分红钱？啊。爷，你也不是股东啊。啊，小马。我姐她虽然不是股东，但药匣子是股东，她来领药匣子那份儿。对，我领你匣子叔的钱。李叔那份儿啊，他那份儿让人领走了。啊？领走了？谁领的？一个女的叫黄豆豆，我不认识。黄豆豆？哎呀，小满呐，那你这财会这工作做的可不对呀、啊。那外人来领钱，你就把钱给人家了？就是啊，爷，我是不认识他，但是人家拿着我李叔的授权书呢，你看看。姐，啊、嗯，你说谁能替药匣子来领钱呢？这黄豆豆，我不认识这人啊。他谁呀？哎，你们知道他谁呀？是不是刚才咱们领钱的时候在那排队，有一个女的，她说她着急赶飞机，完之后她先插队，她先领的。对，一个年轻的，二十多岁，挺漂亮，长得。他算老几呀、啊？我还想问你算干啥的呢？再者说，人要匣子叔叔离婚这么些年了，就有个女的不也正常吗？我看你才不正常呢！说你俩说吧，姐，妈跟我还急了，那也不是我领的。说啥了？咱没说啥呀？说的就是嘛。走，小马，你忙着啊。好嘞，好嘞。没事，你跟我去趟银行啊。喂，大哥，我有点重要的事儿想跟你说一下子。咱就在你家楼下那茶馆见面行不？好，好。左眼皮飘啊飘，好似要来都。哎妈呀，大辣椒！等会儿，你先别进来。你说我这一个房顶窝，也没怎么收拾。哎呀，你这一来，给我整的束手无策了。再说你让大哥看着，你这不该不好的，是不是？咋的了这是啊？
你这又咋的了呀？你说你这是干啥呀？瞎子那犊子玩了，哎呦，让我生气呀！你说跟你着不着急呀？那俩老头为了哄你啊，又陪你这又陪你那又陪你斗地主，那把我脸粘的跟钉耙似的。你这你就差不多就得了，你怎么没在这个圈里怎么就绕不出来了呢？你瞅瞅你，我能绕出去吗？你说他是个什么人呢？啊，说给我们娘俩股份，这个事儿不存在。完了，我去领钱，钱也让人别人领去了，还整出个小女的来，整个小女的来，小女的你，哎呀，还是在乎那俩钱。你说你有那股份，你又能富哪去？没那个股份，你又能穷哪去？到咱们这个年龄了，不能太追求物质财富了，都把心思放在精神财富上，追求我们老年生活的这种愉悦和快乐，咱们都遭一辈子罪了。你说你身边有这俩老头这么阳光和向上，你得把心呢适当的打开一些，让阳光照进来，要不时间长你那心呢都反潮了。我咋打开呀？啊，这些年他在国外啊，音信没有，我自己拉着孩子又蒸包子又能啥的，把孩子拉扯大了，没有招找着刘老根了，刘老根把孩子留下来，现在孩子算有着落了。你说我们娘俩苦不苦啊？那你别回来骗我呢，你还说给我们股份，又说的月百元让我们高兴，山山村人都知道了，完了又没这事儿了，没影了。别哭啊，人大哥听着，这事儿不能再往人心里头进了，到我这就打住啊。一会儿啊，不管玉珠大哥你把这脸啊就给变一下子，首先来讲这个事儿，人大哥替你承担了一些了，你带着感恩的心回来了，我觉得这是对的。第二呢，既然咱带着感恩的心回来了，咱们本身做人得有变化，让大哥觉得你这个人呢，心开朗了，快乐了。你遭一辈子罪，那都应该的。啥事儿啊，都是因缘和合而成，它有因果的，咱不抱怨那些行不行？老宋头啊，嗯。我昨天一宿也没睡好觉，我想了，其实你刚来的时候吧，我说实话我挺恨你的，我好容易找这么个工作，完了还能伺候刘老根报答他，结果你把我顶了，我挺生气的。但是这段时间我对你印象还挺好，你这人确实朴实乐观，还有善根。哎呀，到啥时候老祖宗给咱留下的，一辈子忘不了。你听我说啊，我昨天考虑好了，我今天来吧，就是想求你帮我一个件事儿，你看看，你能不能帮我呀？我除了你让我给你打俩钱以外，我这个做不到，身无分文，清水没有净。除此以外，只要不使坑人害人的事儿，我万死不辞。那行，都是你的，别的都不用，你就你别哭，你哭的我这都不得劲儿。你说什么事儿？你就跟我照张相啊。那好办，这事儿哪还求啥呀？你随便找谁都能照，这点事儿，这会儿景好。哎呀，我不是要你给我照相，我是想说咱俩照张相，然后照完了，我就给药匣发过去，我考验考验他，看看他对这个家和他这个儿子还有没有感情。如果要是有，咱们另说，要是没有，他给我八万掉，远点扇子去，以后我就不勒他了。哎呀，还拿他当人呢。先倒一罐子。你在乎的呀，其实不是他对你怎么样，是在乎他对你这儿子还管不管。行，不说那么多，我配合。配合呀。但是别太过分，因为我还挺保守，我平时要是脖子露多，我都觉得不得劲儿。这有啥的？一个假的。咱俩吧，毕竟真大岁了。别让老根知道，咱俩在这屋里头整太亲密了也不好看，对吧？哎，不亲密了能刺激到他吗？没事，你就大方，你同意你就亲我这腮帮子，我帮你照。那哪个的？没事，你看，哎，你就大方的。哎，干啥去了？我这心脏有点不太好。哎呦，我这说遇着这样我，哎呀。拉倒吧！你要轰过去，我还得负责任呢。你说你真的死出，那你得先说好了，咱俩。嗯，你别顾后走后账，
你今儿亲完了，明儿你就急眼了。你说你这是又干啥呢？闹个说不清啊！不能啊，完事我就把这照片删了，我给他发过去，起达到目的就得了呗。哎，来来来，你近近近着点，咱俩是你亲我好呢，还是咱俩贴脸好？你选这两样哪样？半亲半贴吧。那来，咱取个妆。来吧来吧啊！那我那牙用不用裹上点儿啊？叫啥呀？你该啥样就啥样。哎，快点快点，相机都照好了，快。哎呀！那是啥玩意儿？咋把你笑那样的？啥玩意儿啊？相片呗。这就不是男友，我的妈！你出了嘴呀！得了得了，我也不听你说，我发过去了。号吧，乱七八糟的。哎，请问找谁？尊敬的老根先生，你好。哎呀，这家伙文绉绉的，你这干啥呢？给我打电话。多日不见，甚是想念。别拽了，啥时候回来？要想我就赶紧回来看我了，还甚是想念。我问一下呀，这个大辣椒还是在你身边照顾你吗？辣椒啊。那个原来呢，我是想让他搁公司啊，就是，因为也挺忙嘛，那边餐饮部那边。后期呢，他把那活都撂下了，就来了。怎么多心了，又想回来了吧？不是，我就想问一问呐，这个山庄有没有什么新项目啊？没有啊。那不对呀，我看辣椒抱了一个东西。那啥玩意儿啊？就是挺黑的，不勾，还没个牙，长得黑一点的是不？谁呀？姓宋，啊，老宋头。这个人呢，怎么能长成那个样呢？这个老头老好了，我告诉你，你别看他长得牙碜，人心里老干净了。那是伺候我的，他和辣椒一起伺候我呢。哥，你是不是为了惩罚我？那都没有。我想问你个事儿吧，你必须如实跟我回答，好不好？你说，那个前一段你是不是答应大辣椒，给他200万股份，儿子100万，他100万，有没有这事儿？啊，对呀。那怎么没兑现呢？最后大辣椒去领去了。领完之后说让人家领走了，一个20多岁的姑娘给领走了，你是不是又找人了？哎呀。哎呀，哥，这可是误会，你得听我解释解释，怎么回事呢？哥，是这样啊，我呢当时不是钱不凑手嘛，我就管这个黄总借的，然后这个名儿得落到我的名下，我不在，那黄总得去领，黄总出差了，那他就派他的表妹最直系的亲属去领，是这么个事儿。哦，你是把这牛吹出去了，自己动钱的时候没了，完了黄总拿的钱，是那个意思？可以这么理解呗。是。哎呀，小子，你这事儿也有疏忽。辣椒非常认真的去领股，他那些姐妹儿啊都知道，他说有股份，瞎子给的。最后完了说来个女的领走了，你说辣椒心里能舒服吗？而且，你应该打电话把这个事儿跟人辣椒解释解释。可能他俩一合计。照上照片，气气你，也可能就正个事儿。明白了，哥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彻底明白了。你那你这么的，你信辣椒也听不进我说话呀？你替我劝劝他行不行？替我解释解释。我看你这心里一直还放心不下辣椒。要那样的话，你就想法弄张机票，人先回来。你走到全世界哪都不如祖国好，你就回到家乡来。这还有我，听没？是是，那行吧。唠这么长时间了，这国际长途是不是也挺贵呀？哥，我这是给你打，你不花钱。不是，我说你那边不紧吗？那行，哥，那就这么地啊。你听我解释啊，哥。好，想你。那拜拜。嗯。哎呀，这么个事儿。哎呀，还抱个猴气我。
心不回头，老牛拉套蹄儿。